等薇。啊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？多危险啊！天马上就黑了。我又没让你来找我，多管闲事。哎。快起来！不要你管。没事吧？你上来。不用你管。现在外面下很大的雨，而且我也打不到车。啊，我明天一早就回去。陈孝正也去找你了，你看见他了吗？陈孝正？是啊。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？他应该回去了吧？哦，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呀。哦，知道了。毛巾给你。今天早上你早一点回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。你们开一间房还是两间房？两间。两件400，100押金，一共500元。哦，那个我钱忘带了，你先帮我付一下吧，我回去就给你。还是开。你进来啊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你能不能像个男人？你能不能像个女人啊？我哪儿不像女人了？女人该有的我通通都有。
办？就他那个冰山木头人。郑薇，你可是玉面小飞龙，打起点精神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洗完把你的湿衣服脱了，进被子里吧。我生病了。你先睡吧。今天谢谢你。
你干嘛呀？他真的吻过你？你猜啊。你干嘛呀？他真的吻过你？你猜啊。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还得回学校呢。还在做梦呢，真的是你啊。干嘛啊？快起床啊！快起床！你看天都亮了。微微，好，你可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对呀，哈，没有伤到哪儿吧？没有，我没事啊，不是挺好的吗？走吧，走吧，吓死我了，小心脏扑通扑通的。你干嘛去了？我吓死我了。哎呀，没个，你们俩走吧。喂，找谁啊？土木工程系的郑薇，你是哪儿？哦，红青休闲农庄啊。老师，我认识郑薇，我替她接吧。啊，那好吧。喂，你好。啊，郑薇现在不在，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吧。啊，她是一个人吗？还有个男生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郑哎，哎呦，听说了吗？听说啥呀？那个土木工程系的郑薇，就是前阵子狂追陈孝正的那个。哦，你说他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又怎么了？他陈孝正没追着，转身就和别的男人开房去了。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。听说玄振都拉旅社了，电话都打到学校里来了，开房登记的。他们怎么这么说呀？太过分了。我最近觉得特别奇怪，大家好像都在看我，不知道在说什么呢。嗯，可能你本来在学校就很出名啊。嗯嗯啊。直线与平面的位置关系。听说了吗？他
们都说呀，空间曲线的切线，空间曲面的切平面。对呀，这年纪漂亮的人就容易当了。对呀，第二，函数的定义。极限和连续（括弧连续）的定义。方向导数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复合函数求导（括弧高阶）。我听说。隐函数的求导与权微分。是叫起花儿。条件极值。我怎么叫起花呢？我求见谁了？我。这是干什么呢？觉得老师上课没意义的话，那你可以不听，不要影响其他同学。你知道什么呀？前段时间狂追陈孝正的不也是他吗？什么？脚踏三条船？我从曾宇那听说，昨天晚上和男人去开房，电话都打到学校来了，真是不知廉耻。看什么看呀？没看过《阳光美少女》啊？曾宇，你什么意思？好狗还不挡道呢，啥？你又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句话应该我来说才对吧？麻烦你让一下，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人身上，和无聊的人废话。你说谁无聊呢？对不起啊，我好像不该用无聊这个词来形容你，有一个更合适的词，叫做不知廉耻。你说谁不知廉耻？两个女孩子吵架，好像还有我们曾副院长的千金呢。曾玉，那女孩教养很好的，从来不和别人。我可说不出来，也做不出来。更何况，你这样赤裸裸的不要脸，对方却不为所动。你看，居然还说过这种话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女孩。听说人家曾玉和陈孝正本来就是一对，她硬生生把人家拆开了。是吧？完了还不要陈孝正？什么？又跟别人开房去了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，干什么？闭嘴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曾玉，我跟你拼了！放开，曾玉，我要杀了你！薇薇，你不要说，我难道说错了吗？你和男生去旅店开房，他丢了学生证，别人把电话打到学校来了，还送来了你的学生证。对呀，别说了，别乱说，闭嘴。大家都别吵了。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经历了整个过程，如果你们愿意，我可以解释一下。学生会和围棋社一起去野外进行生存训练，郑薇一个人在山上走失了，我们大家分头去找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天已经很黑了，还下着雨，所以迫不得已，在山下的旅店开了个房间。郑薇没有带身份证，所以是拿我的身份证进行了登记。其实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在旅店的大堂睡了一晚。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可以去查监控，监控可以说明一切。
不是张哥吗？哎，张哥，张哥，哎，这边，哎，这边，哎，同学们辛苦了。交响绽放华丽的激情，校园的纯真挥洒最美的真挚，在这鲜花与微笑构成的舞台，在这温馨与永恒铸成的圣地，我们欢聚在一堂，共同度过这美好而难忘的夜晚。好，我最闪亮文艺汇演现在开始。真是时光飞逝，一转眼我们就从大一变到大二了，真是岁月催人老啊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可听说一句话啊，大一的学妹新鲜上架，大二的学姐打折销售，大三的学姐买一赠一，大四的学姐免费赠送。啊，这么快我们就打折促销了？没让你免费赠送就好。比起免费赠送好像好那么一点点啊。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真是应该好好珍惜我大一的时光。热情的沙漠。哎，你说软软什么时候上啊？软软一上，押宝群芳，绝对给他们二十三张脸啊！再次同意，给你 five。那当然了，软软是谁？必须的。哦，那只小妞跳真带劲哇！哦，你看那小水蛇腰扭的，哇！那不是曾玉吗？曾玉，我就说他跳的怎么跟扭秧歌似的，扭的有点太夸张。哪儿小啊，你看人跳多好，哎，真特别好。哎，好啊，就算跳得好，学习好，长得好，出身又好，有什么用啊？陈孝镇一样对他视而不见。可见这陈孝镇是多么寡情的人。微微，我怪你栽了跟头啊。哎，跳的这。
现在评委的第一轮打分已经结束了，那在比赛结束之前呢，有没有哪位同学想上台表演个节目？好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有请我们院里的曾副院长为我们带来一首《北国之春》，大家掌声欢迎。等一下，我要表演。干嘛呀？姐姐，你话不要说的那么快嘛，我都举手你都没有看见。你想说什么？不是问谁想表演节目吗？我想唱歌。好啊，小姑娘勇气可嘉，你要唱个什么歌呢？再见。大家为他鼓掌。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再看见离别时微黄色的天，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，那些曾青涩的脸，我拿去种绿树的叶子，放在青色的石板前，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。风在歌唱，唱他曾去过的地方，在黑暗中有朵花为你开放，当你转过头的那一瞬，晚霞般美丽的笑脸，他曾开在青春那些懵懂。老张，李月，哎，韦总，啊，这屋啊，啥愣着呢？快走啊，快点。
赢了，不是？哎呦，怎么回事这？薇薇，你们俩是不是一伙的啊？这牌你也能让他赢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真是，真是。输了赶紧的啊，输一局喝一瓶，快快快，快！哎，快快快！来，薇薇，你那个点到为止啊，我们一瓶，你一口。哎，凭什么呀？来到了男生宿舍就没有男女之分，愿赌服输嘛。怕你啊，喝就喝，来来喝来干杯！没了，还玩不玩？玩。哪儿啊？来来来，哎，来，没了，我们可以老规矩啊。没老规矩。想什么呢？你们真是的，薇薇还在这呢。那这样，魏总，对不住，你就当我没说，没说啊，没说没说，来，咱老张，你说，那个老规矩就是脱衣服，就是输一次脱一件。衣服脱掉，脱掉，外套脱掉，脱掉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要是玩不起呢，也可以不玩，没关系啊。要不我们几个玩？行，那我这样，薇薇，那你别玩了，我们四个玩啊。啊，对，我们四个玩，来，好了。脱就脱，谁怕谁呀？别为我坏了规矩。哇，还真没有你不敢呢，什么台你都敢上，什么板你都敢叫。行，规则是这样的，输了的最后一个人脱。行啊，不过我可事先说好了啊，只要从自己身上脱下来的可都得算啊。行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说什么规矩就是什么规矩，你说不玩了我们随时停。哎，好，规矩归我。哎，要不要？不要我可出了啊。哎呀，快点，专心打牌，不要是吧？对三儿。哈哈，赢了！魏总，你管他呀你！圈儿！哎呀！又该说了！哎，我说你们是不是出老千了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这群人肯定出老千了！来，接着来！出牌啊！老张，你这破牌，赶紧投降了，别耽误时间，快脱衣服，脱衣服，脱呗！哎，我就跟你说，你这牌赢不了我吧？你看我的牌。行，我脱就脱，真是的，别磨叽。哎，等等，老张，你赢了，真会脱，真会脱。那个，脱脱就脱。玩得起输得起，不，来，再来一盘，来，起牌，来，快起牌呀，快点，快点，就事儿多。掌柜，你出来一下。我凭什么出去？你有本事进来呀！行，起来。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今天他进了我这屋，谁也别想把他带走。我们两个的私事和你没关系。阿正，捣什么乱啊？我们正玩牌呢。就是啊。你们一帮大男人设牌局对付一个女孩，合适吗？谁设牌局？我哎，不是，程程，放开我！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怎么回事？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好了，人都走了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消消气儿。
行了，咱继续玩吧。还他妈玩什么呀？陈香正，你干嘛呀？你放手，放手！神经病啊你！你还是不是个女的？我怎么不是女的啦？我从来就没见过一个女生三更半夜还在男生宿舍打牌厮混，你还……你能不能有点自尊心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我自己的自由。再说了，轮不到你来管我。可以，你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，可是你能不能不当着所有人的面总说……说你那什么我？我什么你了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我不和你玩了。就算我以前什么你，我现在也已经不什么你了。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。我就知道你这种人做什么事都半途而废，所以注定一事无成。你让我怎么成啊？你就像是那个茅坑里的石头一样，又臭又硬。你让我怎么成？你让我怎么成？我警告你，你再也别做这些丢脸的事情了。关你屁事！哎，想管我呀？无非，你是我那什么？陈嚣张，陈嚣张，陈嚣张，你别烦。请问你是陈嚣张吗？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！从现在开始，我从一数到十，你要是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时间到。你报数的节奏不对。女人都是这么报数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男人来自火星。
真的呀？你也不相信对不对？你快尿，快尿！没有做梦。从今天开始，陈小镇就是我的啦！陈小镇，你怎么？我是你的梦啊。什么？陈小镇，你就承认吧，你其实特别凶，特别欠我。你胡说。喂喂，这是给你们家陈孝正打的吧？是啊，他一会儿就过来了。哎，那你跟你们家陈孝正好到什么程度了？嗯，什么程度啊？哎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跟你家那个陈孝正有没有拉拉小手，摸摸小脸，搂搂小腰？哎，讨厌。还没有呢。哇塞！没有，不会吧？那除非我们家陈孝正是那个。这种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，不管你有没有都不用对外说的，对吧？哎，那晚上要不要姐姐帮你补补课呀？Let's go。 哎，魏总，朱伟，走吧，过来过来。文文，你和你们家赵世勇牵过手吗？当然牵过了。嗯，那你们是怎么牵手的呀？就水到渠成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牵了。今天去上于老师的课了，他跟你说的一样，他可有才了，人可好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李慧娟换男朋友了。郑薇同学，这儿是自习室，不是菜市场。
政委同学，嗯，你是小松鼠吗？你看看你这功课写的多么马虎，你的这钢筋配比率错得离谱。不可能算错了吧？你知不知道，一个小小的差错，就可以让一整栋大楼倒塌？你这么马虎，怎么能做一名合格的土木工程师啊？不做土木工程师就不做土木工程师啊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吗？我很好奇，你到底喜不喜欢建筑，喜不喜欢土木工程？其实也没什么喜不喜欢的。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哎呀，我就是我。我就是随便填了一下志愿而已。我不管你是随便填的还是报错了志愿，你既然选择了土木工程，就要认认真真的学习，选择好将来的方向。毕竟从今往后开始，这一栋楼里成千上万的性命都掌握在你手里，总不能永远这么马马虎虎的呀。我不就是让你帮我检查个作业吗？你至于这样吗？对不起啊，也许是我小题大做了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建筑，我必须保证的分毫不差，不能有一厘米的差池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才活得很紧张，会很谨小慎微，生怕的行差大错。阿正，我不就是你那一厘米的误差吗？老师也说过呀，任何一栋建筑都是可以存在合理范围内的误差的，我这一厘米是不会让你的大楼崩塌的。闲着无聊，做道题吧。啊！阿正，你怎么拿你擦过墨汁的纸给我出题啊？你也太姐姐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一棵树才能做多少纸巾吗？浪费一张纸巾，就是浪费资源，浪费资源就是可耻了。知道了，陈教授。哎，你坐。怎么这么难啊？你只要把这道题解出来，画出它的数学函数，我就满足你一个愿望。真的？那你要说到做到，一言九鼎，言而有信。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，骗人是小狗，盖章。嫂子，放心。哎呀，祝玉面小飞龙生日快乐！耶，生日快乐！来，我们敬兄弟一杯，来。哎，生日快乐！哎，快吃啊！今天呢，我要谢谢老张还有开阳，辛苦了。哎，别谢我，这都许公子出的力啊。那就谢谢开阳了。来，我敬你们。来，软软，我
跟你说点事儿，来。嗯，来过来。哎，说话。家陈孝正呢？怎么还没有来啊？啊，他和李教授有事情要谈，应该晚点到吧？要不咱们先吃吧，好冷。还是再等等吧。饿死了。先吃吧，我也快饿死了，又冷。饿死了。哎，这样吧，来，大家快过来，啊，把蛋糕拆了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哦，串儿来了，串儿来了。现在知道太晚了。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快走，快进去吧，快快快！等会儿把留下你的人，这样只能得到我的肉体，并不能得到我的灵魂。我已经有爱人，我不会有结果。你让我走。哎，你坐这边。给，拿着。谢谢。张氏围棋速成81招，微微，张哥没钱。但是张哥有一颗永远爱你的心，这是我费尽心血熬了7天7夜亲手为你写的啊，礼轻情意重，送你。你可拉倒吧，老张，微微他本来就是一个臭棋篓子，现在好不容易能跟我们过两招啊，就是因为你这个棋谱，完一夜回到解放前了。好了好了，老张的心意我收下了。你看，看来这本棋谱呢，我要好好的珍藏。阿正，你帮我保管吧。好的。小北，辛苦你了。嗨，那么客气干嘛呀？你要是喜欢，我再去干几天，再给你弄两只。我会好好保管的。我也要。魏总，那个实在是对不住了，我俩是真没钱了。我俩出点力，就算送你的生日礼物了啊！太棒了，你们俩真是够了。好吧，准奏。微微万岁！微微，这是我送你的。什么样啊？哇，好重啊！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了。拆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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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拆开。好了好了，那我就应场上观众的要求，我拆开看看啦。哇，喜欢吗？嗯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贵重与否呢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一份心意，微微。我让你走，我临走前你要亲我一下。那，你要是觉得实在不好意思的话，要不你也送我一个礼物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徐公子，可能是想要教我们一下西方礼，
纹面礼，对吧？吓了我们一跳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魏爱妃，朕也要来一下。嗯。哎，我也亲一个吧。来来来，我求求你。那什么，我也亲一口。哎，不排队，交钱交钱。啊。嗯，那个，这样吧，咱们大家快点吃，一会儿啊，我请大家去唱歌啊。阿正，一起去吧。李教授那个项目还没有完成，你们先去玩吧，我不陪你们了。今天晚上玩得开心点。来来来，我们去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太阳，你的心意我收下了。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就当那个朋友之间的纹面礼，是你送我的礼物吧。薇薇，那你至少收下这个。是啊是啊，这个没关系的，这个收下吧。好吧，谢谢你，太阳。那我先走。阿正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你才是主角呢。通常男主走了，女主当然会追来呀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神经病，无缘无故我生什么气啊？好，你说的，不许生气。礼物呢？对不起，最近实在太忙了，彻底忘了。骗人！爱信不信，我走了。给我！你干嘛？给我！门，你干嘛？不过，
你是怎么知道坐在白鲸上是我的梦想的？好在这次没有让你失望。傻瓜，如果不是我追出来的话，恐怕你就要让我失望了。我还以为你要亲我呢。刚才没这个打算，不过现在有了。